重点系咩？重点系我距离同台妹一齐翻工嘅日子有紧一大步啦！嗨，我系阿邦啊，我系嚟日本 working holiday 嘅。好，打电话揾工第二击，今次系药妆店。啊，呢间药妆店咧就系、是应该系台湾妹妹嗰间嚟嘅。はい、もしもし。あ、香港からボーンと申しますか。それでは明日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それ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バイバイ。明天11点，唔系10点45分，报到见工。好啦，我又嚟到新宿呢度啦。但系经过琴日俾松本清嘅店长省完之后，即系唔系省嘅，即系佢话诶日文唔够好喎。咁其实心里一沉嘅，咁就觉得可能而家嘅日文程度咧，可能真系应付唔到药妆店嘅工作。咁 anyway 啦，一陣間上到去，希望可以留耐少少啦，當攞個經驗都好啦嘛。咁，即管睇下會點啦。唉，真係好緊張，我已經揾到個地點啦，但係我而家都仲係要少少平復心情去先至上去，因為真係好緊張，同埋好無奈咯，即係。好似 cast 緊一個冇可能會中嘅戲，即明明人哋揾緊梁朝偉噶嘛，我走去 cast 做咩咧？即要，即其實你嚴格嚟講可以話冇壓力嘅，都一定唔會請我噶啦，可以放鬆啲嘅。好，催眠自己，催眠自己。行くぞ。要寫嘢喎，研究下先。好啦，表就填完啦，係時候審寫。細からなので、細かく書けるとか書い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ど、お預かり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か？あ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大丈夫ですか？はい。佢講嘢超快咯，應該係話等多陣間先正式開始，咁坐喺度等下啦。父さん、はい。香港から来ました。香港の時は俳優で、舞台、ドラマ、ドラマ。だから、化粧のこと、カメラこと、ビデオことは、もう好きです。だから、中国語、英語、韓国語もいいです。だから、この仕事はしたいです。どっちでもいいです。日本語でも中国語でも好きな方を選んで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はい、大家好。随便来看一下哦。合理他命4700元而已哦。4700円です。はい。終於面試啦。呢一個就係同我一齊面試嘅。一個面試。都帥。帅帅哇，帅哥，没，帅，他是中国来的，然后刚刚我们就面试完了，很紧张吧？紧张，紧张。你是第二份，我第二份，我也算是第二份，你第一份还紧张？
对，我第一份是什么？我第一份是重本线，然后进去跟店长说了一下，然后他说，你日文不够好。那听日六点钟之前呢，他们又打电话来告诉我们，哎，你究竟应征成功啊？那如果不得的话，他不会打你的，那不过他说会寄信你。Anyway 啦，咁我哋而家喺度食个麦当劳，交个朋友。其实头先某程度上好彩，真系有佢喺度，因为佢咧日文已经系 N 2噶啦，即系考试咧写嘢嗰度已经系过咗。但是他的口语呢，即是很典型的那种考试很厉害，但是实际应用呢其实是麻麻地的，即是还有多得他我们两个一起进去嘛。那面试小姐呢，她是先问她问题，那我已经听了一次了，我大概知道要答些什么的时候呢，我再用我那些反流利的日文再答回个问题，那自然又会显得我好像好一点。然後佢第二部分咧，佢會落街去做呢一個實際測試嘅，即係要喺條街度嗌啊，歡迎光臨啊，過嚟買嘢啊，幾錢啊咁樣樣，咁同埋派傳單，即係一啲好實際嘅落街嘅經驗啦。咁喺呢方面咧，佢啊何穗係比較怕醜啲嘅，始終可能冇咩經驗啦。咁我哋啲做開演員慣咗拋頭露面噶嘛。咁所以呢方面我又表現得好少少，咁但我冇諗到佢咁快打電話嚟咯。咁 anyway 啦，打電話嚟只係過咗一關，而我都唔知道開心定唔開心。一關過完又一關，好咁啊，是但啦，擔心嚟都冇用噶啦，即管聽日睇下佢要我哋做啲咩啦。以我估計應該係執貨啦、買嘢啦，同埋一啲。收銀應該不會要我做啩，但係我可能佢哋會要我哋試下咯。好，明天再臨。多謝你睇到嚟呢一度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或者想知道我跟住落嚟喺日本嘅 working holiday 有啲咩體驗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條片 ，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啊 ！Born in Tokyo， 下次見。